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人可以倒霉到什么程度。我相信呢，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。在外面跑步，鸟屎落到了你的身上，吃饭吃到苍蝇，在外面逛街的时候穿着人字拖，然而呢人字拖这里突然断掉了，钱包、手机、钥匙掉在了下水道里，甚至是掉在了厕所里，走路被狗追，下暴雨全身被淋湿，去考试的时候发现考试带的笔的笔珠全掉了，游戏四杀被抢人头，最最最尴尬的就是在重要的场合想上厕所，跟女神约会想上厕所，参加中考想上厕所，参加高考想上厕所，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想上厕所，拔牙的时候想上厕所，反正就是总之各种重要的场合下想上厕所，而且还是大的，就很尴尬，而且那种忍着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难受。没错，上述呢我所说的事情呢我几乎都遇到过，我太难了。今天呢我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的真实的个人经历，希望呢大家能够从我这件事情上面吸取教训。相信很多考过驾驶证的朋友呢都或多或少被驾校或者教练坑过，而我呢就是那种被坑得很惨的那种人。我是在大二的时候，就是2017年1月6日，在学校那边报了一个驾校，因为是异地考驾照，当时要那个居住证，所以呢就一拖再拖，一年以后就是2018年1月份我才考的科目一。考完科目一呢就放了寒假就回家了，但是当我考完科目一去要练习科目二的时候，发现我们那一个教练他一个人有30多个学员，我们30多个学员围着那一台车在练，你们能想象那个场景吗？当时我整个人是崩溃的。我们是6个人，我们6个同学报名的那个教练，那个教练的招生能力是真的强，真的。就我们去的那当天，我们一共是30多个人在他那一台车练。所以说考驾照一定要擦亮你的双眼，要不然就会像我们这样被人坑得体无完肤，可能连一天连摸一次车都难。就在这种练车特别困难的情况下，我们用了一个学期把科二考完了。紧接着呢就是驾考的改革，在2018年，好像是我记得很清楚，应该是10月以后驾考就改革了，改得特别特别难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可能科目三考试的及格率只有30%，那个时候就是科目三的考试都停了，系统升级又好久都不可以考试。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大三了，这段事情呢我记得比较模糊了，但是我准确的记得就是我在大三下学期之前我又考了一次科目三，但是挂掉了。但是呢我学的是土木工程，我从大三的下学期开始就去实习了，实习期为一年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大四的上学期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毕业差不多了，然后大四的上学期呢我回去考了一次期末考试，然后就又放了寒假，我又回到了上海。紧接着呢我就变成了大四下学期马上要毕业的一个人，然后今年的5月份呢我回学校做毕业设计，然后紧跟着呢又考了一次科目三，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物是人非了，我之前的教练呢已经跳槽去了另一个驾校，然后我报名的那个驾校呢又给我换了一个教练，并且呢考试的线路也发生了变化。我真的是太难了，因为回去的时间有限，并且呢我还要做毕业设计，我又练了一周的车就去考试了，然后又挂了。挂了以后呢要重新预约，但是呢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考这个驾照了，我要准备我的毕业设计了。之后呢我就毕业了，但是呢驾照还是没有下来，然后我就把驾照从白城移到了上海，又在上海继续考科目三。到了上海以后呢我又重新的报了一个驾校，又重新的找了一个教练，又重新的交了2000多块钱，又在这里重新的练这里的线路考科目三。可想而知我这个压力是多大的。我本身练的是特别好的，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挂了，因为每一次练的时间都太短了。相对于上海考科目三，我才发现我之前在白城是多么的简单。我之前在那里只有一条线路，但是在上海呢有5条线路，要抽考3条，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。所以呢我又挂了，最后一次飘过。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过程，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就是我驾照考了3年，换了3个教练，练了6条线路，考了5次科目三，
然后终于飘过了。第五次，如果第五次还没有过的话，我就要重新从科目一再考，而且呢还要在上海报名的话，报名费要8-9千块钱。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考驾照的话，报驾校找教练一定要擦亮你们的双眼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提前一定要做好调查，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我刚开始就是太天真了，图了一点小便宜，那个时候报名就要2200块钱，其他的教练都是2500-2600，就他最便宜，就报给他了，然后就被一直坑到现在。这个驾驶证真的是来之不易，并且呢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考下来的，这件事情对我也算是一次成长嘛，因为真的是给予我太大的太大的压力了，当然也有收获跟成长。收获呢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开车技术已经特别好了，因为我练了6条线路，换了3个教练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车的技术已经是可以了，现在就是要挣钱努力的去买一台车。大家有这种倒霉的经历呢，也可以发到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讨论。最后呢发个弹幕投个币点个赞收个藏，我是相思一，一个蠢萌蠢萌的生活圈 UP 主，一个科目3考了5次的垃圾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